哥，你等个牛，阿叔你要起心哦。不起哟。讲讲笑话呢，你是一个当当的好青龙，咱哪有可能为阮姑娘去出家做和尚呢？只要恁姑娘若卖去做尼姑，我当然就袂去做和尚了。好当年的花言巧语，我千万袂用相信你。你是一个卑鄙的伪君子，为了要得到我。不受陷害，你浑身力甲，一直到现在，你还随时伫咧威胁着浑身性命，我绝对不要受伊欺骗。弟弟啊，最近玉琼真少留踮咧厝内面。而且今日阿妈也未回来，到底伊是拢去什么所在？王爷性情豪爽，又搁真爱交朋友，无得卡多甲几个好朋友斗阵饮酒谈心吗？这个囡仔变了，主将，我决定和玉琼甲夏郡主定亲了后，伊都变甲无爱甲讲话，我总感觉伊伫咧闪避我。王爷一向真有效率，无得甲实在好真哩多心，当然是我多心。我知影玉琼心肝内无佮意夏郡主，如今。如果我若愿意主张和因两个人定亲，是不是影响阮母仔感情？你尽管讲，你比我较了解伊，到底恁才是真正母子。表姐，你在紧张什么？这也无外人伫个，而且话是我讲出来。啊，不是你讲的，敢讲你惊我甲你怪罪？讲啊，大福晋。讲的不对，
点过下关注偏好无数，唔知是多一点好玉琴无介意。土鬼，你心肝内面无意见？不管安怎讲，伊是我的囝，我所决定的代志，伊就应该遵照。我一定要让他娶夏郡主。我不知实在真好奇，就因为着伊，竟然派战士去台边开出定位伪装，这种情景，阿里瓜。这世人中间永远都无法度得到。来，本部给郡主请安。请安，难不成我叫你回来？你先散去啊，干嘛还会去给我请安？你主人是安怎有够道理的，一点仔规矩都唔捌。是是是，奴婢该死。起来，多谢郡主。恁主人是什么时阵进入这座富丽堂皇的华厦？是，还有什么人带？哥，真正遐坐入五门，是还有什么人欣赏？唔知影，奴婢什么都唔知影。我跟你讲了，这个一切都是为了花我钱。你哪能知？不听。你想会到我来争哦？嗯，确实是无想到。那无，我会去咧大门口迎接你。陈宝，你去楼顶看遐个现挂的珠帘锦幔，还佫有珍惜的定期古碗，是毋是拢准备好势了？在这边问你哦，什么？你竟然为了花花枪，恨着白日都白地。
既然打到你赢了，当然就要给你啊。我既然输了，莫讲是这个玉杯，就是江山，我也会让你。文生嘞，伊搁出去啊死？是啦。这个囡仔真太任性，明天外口人伫咧监视，搁偏偏啊出去。假使若是去互官兵抓到，看当初是变怎样？郑阿公，若去互官兵抓去，像拄好，伊会当问伊电路了，看伊达标数藏伫什么所在。目前到今仔还无消息，分明伊是假人了嘛。如果伊若找到，伊是当安怎样？一定，你着莫遐尼安想起。三表兄若倒转来，我才搁再考考你。分生实在太无好气，有恁种贤惠的表妹。为啥你若袂当一花木球，甲伊放袂记入去？顶一回，我伫遮无着迄位姑娘。嗯，你记得袂歹，可会记得我？我想讲，你一定是定来遮，这么冷的才找你，想袂到就是我做着你。姑娘，你到底是啥物人？做不相识，找到有啥物代志是？你免管我是啥，反正我有消息要甲你讲的是啊。看你第一次了，但是一直想，我想你一定是要来找花木树，对吧？我不，你花木树是什么所在？奶奶，你跟我讲啊！你唔免着急，你先跟我讲，你叫什么名？你跟花木树是什么关系？哎呀，娘叫你魂定，定义莫求求安定，拜登的是拜何兵，不提你三两小事情，阿哥，花木树已经变心了。你做甚物？伊在你家父亲那相亲啊？变心吧，都伫世高气艳了。不可以，不能相信。事实摆在眼前，你还不相信？公公都要等你相亲，你才相信了。这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要跟他说这话？
和你同好，是这感情上受伤害了。因为看不着这个，做坏坏分明，我就是外口做团的，将军敢和青龙受天，你个好滚子。今嘛，不应该相信了哦。